你现在是打算去找你阿姨，跟她说是我把她关系输去，这样你就可以找她讨公话，不是？走你去啊，非得我早就不是要我，就当作要死静静，心里一个人情。我只是好奇说，你明明知道我阿姨是一个假假，她是一个人心不都不手下留情的人，你竟然敢用乞讨去吐吃名号，你到底是无知还是戆大？我所做的代志，敢有需要对你解释？我是不是要甲你泄露安破罗的秘密的一件代志，甲阮阿姨讲？你的回答，我来做决定。根据我所知影的，你甲陈忠信的关系不是真好。敢讲是因为你阿哥朱丽萍嫁予陈忠信，陈忠信变作是你的姑丈的关系？既然你有探听过，你就应该知影，我捌把我这个阿哥杀落去楼梯，想要伫伊的性命。我这尔恁火的人，敢因为这一点仔亲情的关系就去无影？张博士，你是真正把我这个人想了伤过单纯善良。那你安尼做到底是为虾米？因为陈东俊，我就是无想要看到这个本事，一捡到钱就想要把所有人拢压落底。更加无想要看到这个少年，伊迄种摇摆无样。阮阿姨的背后是规个无极集团，你的背后嘞，你啥物拢无，你敢袂惊？你若是够有淡薄仔理智，你就应该赶紧离开这，闪甲远远。你就当作是男朋友对女朋友的一种提醒。女朋友，君南当时有女朋友啊？林子倩，哪会是林子倩？之前君南不是讲甲伊无关系，搁害我甲这个查某离较远的，哪会？你明明知影。我为陈东俊家摕到资料，搞好黑市集团。啊，不过你搁替我安卡，我甲恁阿姨讲，看起来你是真正真正种感觉。我拢已经伫俊男的面头前，对马酒抓讲无老任何的证据，那安尼冲入去，唔着证明我伫讲白贼。讲来讲去，拢是陈东俊为我家把证据偷走，一转手，煞予林子倩摕去甲陈忠信斗相共。结果，这个乌鼎煞拢是我来派。陈东俊，你即马伫倒？你若是要诱拐我，你用唔着方式啦。我只不过是咧回应你这个男朋友的好心提醒。我的事情免你管，以后莫给我。吴蝶，陈东俊，你是真好看哦！啊不，吴蝶，你来干嘛？我进来了，你还是你这个懒惰小的大孙子，你为什么要出来对我的脾气？乖，蝴蝶，你先冷静下来好无啦？我老要害你啥？啊不，你讲清楚嘛，安尼我好难拍哦，妈心肝真慢啊！你搁遐逆气？你偷摕我老的证据来去警察啊？你搁遐尔假了，让林子健偷带去，让伊去甲陈东信斗相共，打给阮大家。害我变作一狗仔来找你，拄则我搁听到林子倩甲俊男讲，迄证据就是为你遮摕到的，你搁想要赢啊？我根本就无应该让你遮惊我。就万分，阿母，我信你啦！我信你，我确实为你啊，甲证据摕走啦。等下啦，等下啦，你干才先冷静落来，听我解释好无啦？有啥物好解释？你拢已经是你是你把我冲开，搁有啥物好讲的？啊，无你至少先听看卖是啥物理由啊，安尼才会当决定出手要活动。啊，若无我坐到这尔勇呢，你跑啊，你手会痛啦。
用这一拍，我就袂听。等下等，你若用迄拍，真正会拍死人哦。非得我为你遐把资料摕走，我的用意哦，毋是为着要针对你啦。我只是想要利用迄个证据当作是筹码，把黑市集团摕倒转来。所以咧，你从头到尾只有想着你家己，你完全无顾虑我的感受。讲到底，你就是想要打我的身体翻身嘛？你这个精神，你根本就无适合到你这个人间。今嘛，我就替天公伯处罚你。我就是因为不甘你啦，唔只受尽办法，想要赶紧翻身的。你想要翻身，跟我有啥物抵代啊？当然嘛有啊！你想看卖啦？你的条件这尼啊好呢，煞有现实白条的，别个干来当甲迄个动容的做翁仔某，啊你的大家哦，无好我甲你盯上迄个准拄煞啦，搁安尼卡袂着，在咧苦度里糟蹋你，互你过干咧生不如死。哇，这一切拢看在眼内啦，我真正是看袂落啊啦。蝴蝶，我喜欢你，我真正袂堪要搁看你踮伫个姜家叫人糟蹋，踮伫个姜家偷偷凋零。因为你的人生唔难安尼，我想要改变你的人生。我知影，我若想要熟悉蝴蝶，我必须要忍受分两三只的刺毛虫啊咬。啊，不过为着你，我根本叫人咬，就算讲我叫人误解。你莫伫遐后边讲。我心是姜家的人，心是姜家的鬼。你莫了准讲，你用鬼骨啊花言巧语，就当吓你的小摊，把你对我做的代志，拢应付过去。我知你的心肝内还有张君兰对无？你是讲啥？你莫有乱讲。你莫讲唔信任啊！彼暗，你的痛苦我拢有看到。嘛，就是黑暗，你的温柔完全无道理，把我的心偷走。你才是迄个真正的贼啊！敢讲，你都唔免对我负责。我讲过，黑暗的代志只是一个误会，我不准你再讲啊！你卖给我闪避，卖给我闪避！你必须来面对我，你卖了解你家己的处境。我知影你的心已经被张俊男霸占了。啊！不过张君兰现在整个人整个心都让林子先搞去，你哪就需要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，让你自己关在那个姜家那个笼子里呢？你别再说，你别再说了。你有多痛苦，我就多痛苦，因为不管你爱的不爱你，我爱的也不爱我。那上安呢？一定是你的大家甲你拍的对无？竟然对你这样粗残，无紧，一条我先寄伫壁顶。竟然甲卡着我陈东俊心爱的查甫，我绝对找伊讨回来。等我甲黑市集团摕回来，等我有底气以后。我绝对会后悔，无好好对待你。蝴蝶，今麦我会好好疼惜你，你唔免讲一个人痛苦啊！你袂弄。疼惜你，因为你值得上好的对待。
够相信你的话啊！既然让我看到你安尼脚踏扫怀，这就表示你无专心放在伊的身上啊！我要解除你副总甲特助的职务，以后公司的代志你嘛免管啦。我爱你第一次的专心哄台扫怀。妈，文家社老的代志根本不是我做的，我会感觉委屈，我的心情会受到影响，这嘛真正常。你袂当因为安尼，就把我这么多年来对公司的付出，拢当作无看到。文家社老就是事实，你对社会失去耐心嘛是事实。既然你两边拢无做好，就让我来替你做决定啊！我怕。啥叫你喊口？妈，邵怀伊不是残障，伊根本无需要人24点钟陪伫伊的身躯边甲伊照顾。即个邵怀上需要是全心全意的爱，非得我讲的准守，你就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好啊。妈，那你就是安怎？目睭顶啊只豆类甲我见。叫你踮厝内第一照顾少怀，对你来讲这么痛苦是？妈，我哪敢甲你用啊？是我甲你做唔对代志啊！你对我失去信任，我只是希望妈会当阁给我一次解过的机会。那你就证明给我看。专心第一次的来照顾少怀。啊，夏天就要到啊，咱就要去耍水啊。就亲像哦，咱伫个泰国的时阵，常常去游泳池耍水啊。好啊，我就介爱耍水诶。啊，不过我无啥会晓出水呢。所以平常是爱练习啦，讲做就做。即马咱就来练习闭气。你怎麼這麼快就起來了？我剛吃到水了。我不是跟你說過，我在這裡不用怕。來，再來一次，這次你要動比較久。有进步哦，敢有影？是啊，咱哦，再来上尾啊一届，这届啊，你爱比顶届动搁较久哦。我后届可能是好无？我拄则有淡薄仔吃着水啦。我知影你会惊，我嘛无想要逼你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无爱练习，你就永远拢学袂晓。是到妈就会骂我，我无认真教你。我好啦，我阁认识一摆就好啊。之后我学会闭气，妈妈就袂怪你啊。好，想要一届。Oh,